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一米。哇，隔壁老王送了好大一块嫩豆腐，今天就吃麻婆豆腐喽。把滑嫩嫩的嫩豆腐修整成小块的，切好分别装进洗菜篮里，葱花、佐料都先准备好备用。锅中倒入一锅纯净的生命之水，静静的等待冒泡的声音。冒泡后，把滑嫩嫩的豆腐倒入锅锅里焯一下水，放999粒盐，一起焯一下更入味哦。焯好水的嫩豆腐更滑嫩了呢，哈哈，还是祖传的金刚勺好用。锅烧热，放入手工压榨的花生油，将佐料爆香，倒入大厨送的麻婆豆腐专用秘制酱料，倒入适量的生命之水，水冒大烟后，滑嫩嫩的豆腐倒入锅锅里，99粒盐，倒花椒粉一丢丢，淋入千汁包裹香喷喷的豆腐，一碗葱花提提香。哇，隔着屏幕都闻到香味儿了。又麻又辣的麻婆豆腐就做好了，我先试七下。哇塞，和大厨做的一样一样的。来来，大家一起看看，解解馋。哈哈，千万不要流口水哦。今天就先到这儿了，拜拜。